据周刊报道，亚洲舞王罗志祥与大他三岁的38岁林心如于去年11月擦出爱的火花，珠心链从两人手上戴的手环就可以看出端倪，小珠桃花不断，遭爆料时常密会林心如，两人分别在1月26号以及2月5号被二度目击小珠驾驶出入林心如家，为掩人耳目还连换两辆超跑，而两人是经舒淇以及友人大地的撮合，终于擦出火花。我的胸口很痛，怎么会把你搞掉？你微笑的对我的信任的表情还在我心中。不过小猪的经纪人对外否认说，这真的是乌龙吧，小猪和林心如真的不算熟，他是去年参加圈外好友的露宿趴啦。而林心如在12号下午经过台湾平面媒体向他求证后，他大笑说，我还在时差中就被吵醒，不是来找我的啦，这是乌龙，大家是嫌我单身太久了吗？直接否认报道所写和小猪热恋中断开珠心链。真维斯搜狐视频娱乐播报，台湾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那英，您现在观看的是搜狐视频。